三十年来子鹏哲做的最好的一件事，就是他每次都做出来呈现一个超过你想象的一个那个表演方式。排名九，我敢做到了。我觉得子鹏哲的有趣在于，加入子鹏哲的人是各式各样的人。好在我们能够吸引这么多热血青年加入子鹏哲，可是未来的三十年，未来的儿童也会变，未来的青少年也会变，那所以这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大量又更新一代的年轻人加入我们，一起来动脑。以前有个导演跟我讲说，你只要拍过电影之后，你什么工作都可以去做的。现在我要说，你只要加入子鹏哲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再出去什么工作你都会做了，因为子鹏哲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看起来只是一个表演，所以他要的那个精密度是非常高的，所以欢迎你来子鹏哲接受我们这个魔鬼训练。